啊，急性胃炎呢，一般呢就是相对发病比较急，再一个呢，病史相对比较短，主要呢是由于这种应激状态呀，或者大的手术、大的创伤，以及一些严重的疾病导致的。再有呢，就是跟一些药物或者是进食，还有一些这个饮酒以后可能会导致的这种急性的一个胃黏膜的损伤。那么慢性胃炎呢，一般来讲多半都是由于长期的这种生活饮食结构的不合理，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，还有一些遗传免疫因素等等吧，这些因素而导致的一种慢性的胃上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反应的过程。那病史呢相对比较长，有些病人呢可能是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的一种病史，而且反反复复的表现出上腹部的不适，比如说有上腹的疼、上腹的胀，以及反酸、烧心。有的病人呢会影响食欲，就是饮食呢会食欲不畅，食欲降低，或者是饮食各方面受到影响。再有呢可能有反酸、烧心以及恶心、呕吐等等这些症状，一般。